20多年，从市到省，从省到全国，从全国到全球，横扫了很多食品雕刻奖项的冠军。巧手有神技，创意造奇迹。大家好，我是巧手岳振东，用极致的专注和情感与艺术碰撞。5月23日，周六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《巧手神探》《巧手之城》，城门开启，我等你。用创意造奇迹。